活力小鲜肉对阵十大美少女，四个字可以形容，那一定是赏心悦目。绝对。那小鲜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青春正能量，而十大美少女又有什么异样的火花呢？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 Unique， 有请 Unique。怎么又一个 celebrate 啊 special show。 Come on, it's a boy shooting. Yeah, let's get it.So cute.Boom, boom, no kidding, girl.
是大妈们。少女，她既高冷傲娇，又清纯可爱。